他可能这方面就非常的开放，就没有提前把控的一个空间，所以就会造成了你的很多信息去泄露出去。那咱们接下来再来好好说说，其实刚才咱们也说到了一个问题，每一个品项都用的是手机的什么样的一个功能，那我们怎么去判断，哎，这个软件我是不是应该给它这个权限呢，还是我不应该给它禁用了，这个软件我也能照常用呢，怎么去判断呢？嗯，是这样的，咱们常用的软件有几种类型，第一种工作新闻类型，新闻知识类型，第二种是社交类型，第三种类型是工具类型。那么这三大类的软件其实它都要符合你的权限，你比如说工具。